条。这是上台前的准备姿势吗？哇，生命之光！他翻白眼。我刚才在屏幕上，过来站这边。好，好，好，马上。这个再黑都是一样道理。我在这边先跟各位致谢，谢谢大家。哇！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，生命之花。再说爱我，不要再说想我。对啊，真的太想了。粤歌写的，对不对？好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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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。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我是大哥。我们今天可以一组哎，男团的，对。那我们是有色团，哎，有色的哦，有。你是什么色？我是芥末黄。哇，金哥嘞？这个是什么？茄子紫。这里哥，这个是很堵蓝。很堵蓝，很堵蓝。我准备要上去，然后等一下顺利。好，谢谢你。搞得好像你的演唱会似的哈。师妹啊，他师妹啊。师妹。我们还是有辈分的，他看到我还是要叫一个师兄。没有。哦，这一段会给慧伦姐看。加油了。啊，好 ，OK。我先上去流个汗。加油，免得表现不好。对。好。拜拜。我们不能说姐，因为她比我们年纪小，虽然她比我们早出道，但是其实她以前的歌我们真的很喜欢，然后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，人家说她是女神，是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一直把她当作是女王，已经到女王的程度了，长得又漂亮，然后唱歌又好听，其实我们跟她有一起上过台，合唱过一首好像是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什么时候在美国的大西洋？有这件事情。我们那一次在机场看到他的时候很兴奋，志玲跟我讲说：“是为了所有人跟他一起彩排，然后现在又要在台上一起唱，啊，真的是老路乱撞，老路，尤其是老王，对对对，很开心的一刻，这样。”正式合作过后，你有觉得他反差最大的地方是什么？卸妆后，他最大，在我的感觉里面，他应该是比较话比较少，或者比较不好聊天的那种感觉。不好聊天，就是难搞了。有个距离感的女神呐，女神，距离感，女神漂亮。对，接触之后就接触还是一样，还不错，很亲切啦，然后开玩笑，反差蛮大的。我昨天看他在彩排的时候，还把你们两个拉很近嘞。对啊，故意的。老路乱撞。老路。对，可是他没有拉我啊。对啊，他只拉志玲哥哎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这样？待会我真想拉他。真的蛮喜欢他的啦。酸凉凉的，我不懂我自己。怎么样啊？Lemon Tree。爱你，只因你的爱，去无所求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对，可以大吃特吃了。还没有很饿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太好。唱到后面其实已经牙痒了，我本来想说
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哑哑的声音很性感？不是很哑，性感的声音，来个500的声音。挪威的森林又来。你真的觉得我的歌迷很可爱？因为其实每次上台前，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，然后也不知道那个台底下的那个反应会是什么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，很棒。你要台下有反应，我们才会有那个表演下去的那个力气。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演出真的是台下跟台上的一起完成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特别谢谢可爱的歌迷们。